行愿品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，经上世尊教导我们十条，第一个礼敬，第二个称赞，第三个忏悔，第四个供养，第五个随喜，第六个勤转法轮，第七个请佛住持，幕后一个常随佛学，正法久住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耳闻声。我们今天所作所为的都是错误的，以为这是真的。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是真心，识是妄心。菩萨的本事是什么？他真心能做得了主，我们真心做不了主。什么心做主呢？妄心做主。妄心是妄想分别执着。你细心观察，先看外面，看一切众生是不是这样的，然后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这也是做功夫，功夫做得纯，是真修行。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，用识不用心就是错的。佛菩萨教给我们，要我们用心不用识，心是真的，叫真心，识是妄心，识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识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八识。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里面就搞得这些，把真心完全蒙蔽了，不是没有。妄心本来没有，真心本来有，把真心找回来。起心动念是妄心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是真心。我们要学会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，那你就是学佛，你走佛的道路。我们今天学佛路走错了，走差了，妄心做主，妄心分别执着，这个做主，于是一切都错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有差别，千经万论，佛为我们，菩萨为我们讲解，我们在那学到了一些佛门的知识，必须通过行门，信解有了，底下要信，行是要做到，总的原则，总的纲领，不能不抓住。
我也常常给大家做报告，我的信心是方东美先生给我建立的。佛法不是迷信，佛法教我们是明心见性，不仅是禅宗说，每一个宗派都是明心见性，不明心见性它不是佛法。佛法是明心见性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假的。其他是我们的自心，就是本性被妄心障碍住了。现在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妄心作主，真心有，有的不起作用，麻烦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对他很生疏很陌生不认识？那妄心是天天起心动念，妄想分别执着特别严重，特别轻热，所以搞颠倒了。如何我们能够把妄心放下，把真心兴起？从什么地方下手？真诚下手。真是有的，本有的，下面用诚，诚恳对人对事对一切万物，绝对没有欺骗的念头，欺骗的行为那就造业了，就走到六道的路上去。诚实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成就，怎么来？从小父母教育来的。父母教我说不能说假话，不能骗人，以真诚的心对人对事对物，从小学的。干了欺骗别人的事情，回家要受处分。那么今天想想，对父母的恩，最大的恩德是什么？最明显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一招，叫我要真诚心待人接物，我也就真学会了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学会这一点，这一点就管用了。开花结果，真的开花结果。同生经